日前，王丽坤全副武装现身机场，戴渔夫帽、口罩、眼镜遮面游客 style， 一路聊语音，赐予林更新传情。王丽坤由于多年习武的经历，让其有着不错的柔韧度，而他高竖起马尾搭配运动装，则使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利落阳光。王丽坤在电视剧《美人心计》中的表现不仅十分到位，而且还可圈可点。他将聂慎儿的两种极端性格演绎得尽善尽美，并对聂慎儿热情、泼辣、温柔、阴毒、孤独等情感的表达把握得非常到位。王丽坤在电视剧《金耳环》中将年龄跨度很大的戏演绎得游刃有余，而他也凭借其张弛有度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